在这样的 Diamond Dyer 单身排屋价值多少钱？评论区猜猜哥看谁最厉害。第三老板看房，阿莫斯在探房。Diamond Dyer 单身排屋 ，Lego。这是非常罕见 Diamond Dyer 单身维尼保安区，这款是22x70，是三房两厕，而且还是有九地气。屋子外面的车房地砖有设计，可以停两辆车都不是问题。屋子外面状况挺不错的，旁边还有做个小花园。屋子面向西，还有点对路口。华林的新家开哇，一进来就是宽敞的客厅，算是小清新的家。整个屋子的格局设计挺不错的，这里是个客餐厅一体的格局，算是适合给小家庭居住的屋子。在前方是壁炉设计的装饰，后方右边是个共用的卫浴，然后在左侧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房，而旁边就是主浴室。整个主人房空间还蛮大的，而且整体采光也不错。然后我们走出房间，穿过客厅会来到屋子的中房，状况还算是挺好的。然后在我们眼前是简单的早餐台，然后这里是非常精美的木质厨房。这里麻雀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。而后尾这边还有一个宽敞的中房，然后房子的外面还扩建了一个明亮的后院，可以做成洗衣区。后院这里的环境是干净而舒适的，穿过这个小走廊就是一个晒衣区了。这间 Diamond Dyer 单层屋只是马币52万。如果你对二手房有兴趣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，我准备了一份马来西亚二手房全流程，可以来临到一房产攻略领取。买房找 Amos， 诚信至上。